这里是丁丁琴行主办的第一届莎莎钢琴音乐会的直播现场。Welcome everybody to Sasha Alexei Live Piano Concert. Here I'm very honored to spend musician night with you. Welcome. 在中国啊，说到钢琴演奏会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郎朗和李云迪的名字。但是在国际上提到 Sasha 的名字，欧美国家对他非常的熟悉。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今晚的演奏大师 Sasha， 他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跨界钢琴演奏家。是的，没错， Sasha 也在我们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很多的殊荣，也获得了多次大奖。然而在今天他首次来到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，将下面的时间带给我们不同类型的14首乐曲。来吧，朋友们，带上大家愉悦的心情，掌声有请 Sasha。 Welcome Sasha Alexei。 来，有请。Thank you.
您刚刚听到的是 Accents 语调 B